没看见，倒数的时候我不在，我跟他又不熟，没注意他晚上干嘛。我去找周洛了，没找到他，估计是路上走岔了。南雅什么女人啊，在我们镇上名声很臭的，我招她干嘛？南雅姐吗？哦，我跟她又不太熟，我怎么做评价呀？我就是觉得她长得特好看。真的特别好看。过不了就离呗，现代社会了，什么大不了，还不是为了钱。徐毅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可是实话实说，跟我在一块的时候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。倒是跟他们挺熟的，我是婉婉的主治医生，我跟陈玲也是一个医院的同事。主任的主意，让我们两个凑到一起相亲，但是我很在乎面子的，我只不过是给主任一个台阶嘛。陈玲，老姑娘，脾气古怪，论性格、长相。谁都会选择蓝牙的。蓝牙不是和谁都能睡吗？我听他们说，只要付钱就行。走路啊，一些店能挣好多钱来，一个被大学开除的。他要不是品质有问题，他学习那么好会被开除？他死不足惜。我不止一次看到他打蓝牙，打得特别狠，特别狠。每一次婉婉来我家都是因为这样。那天晚上，如果不是他花她，死的很有可能就是那样。
然后我就一直在想，要是有个人拿着斧头追砍我，我手里有把刀会怎样？
什么病呀、啊？上海都比这里看得好啊！说是阴病休学，哪个知道嘞？段子，今天麻哈侯进的药啊？麻哈。麻哈侯啊。哎，忙着做到放榜的时候，他桂香可是摆了三天的流水席。嘴巴呀，别的惹得好不轻。哎哎，那周洛咋从学校回来了呢？不知道呀、啊。成天游手好闲，光在那打台球。对呀，这回来多长时间了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赶紧不让他妈省心，这个小孩。哎呦，真是，肯定是错了嘛，不是被学校开除了，班主任竟然不知道这件事情。Destroy! Destroy! D-E-S-T-R-O-Y! D-E-S-T-R-O-Y! 听说了吧？他是被开除的呀，跟女生开房，把人家肚子搞大，桂香你过去，怕不是让人打开的吧？爬得高，摔得很呢。庄园。庄园，我们这里不是你大学的图书馆，没有免费的书看。要想看书啊，回家去看。是是，快点去看安迪。是是，安迪。中午生意吸毒粮仓，当年的作案事情，作弊的，希望你把他开除。这种事情也能干得出来？他这种属于道德败坏，反正学是肯定上不了了，考上重点有个屁用啊！好，自己家。不要你啊！不是，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。真的不要你，阿三，妈正想问你，往后什么打算？帮你看店。你是要考大学的呀？你看个小破店算什么事啊？那什么算事？那么好用，就这么天天在家里头待着，别人家的孩子，像他这么大的小伙子，不读书的都出去打工去。我儿子肯定不会打工啊。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一直想跟你们说，就怕你们面子上啊过不去。瞧你说的，什么主意？说来听听啊。复读，再考一年。让他来华山，学籍上的事情我去解决，学校啊只是劝退，好歹没有断了他的求学路。我儿子就是上大学的料，再考肯定还是重点。问题是要是去复读的话，那不就坐实了不是病休吗？那就要看你们觉得是面子重要还是前途重要了。没有前途，要什么面子？来来来来来，前途决定了面子嘛。
周洛是吧？嗯，进来吧。那就坐坐那里吧。上课啊！今天这张测验，学有氧力学，来把卷子看一下。啊！什么？啊？周洛，周洛，这次也不及格的。哇，陈娟。你怎么倒出来了？快去，快去！我爸呗，他说要考不上，让我一直念，贼烦。陈军，坐过去。我也懒得跟他争了，就当对象。陈军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老师，陈军，你坐哪里的？回去。干嘛呢？那是不好、啊。你头上扎一小辫是什么意思啊？摘了。干嘛呢？不要上课，出去。看清楚题啊！别一天天的粗心大意。晚上没睡好，起晚了，起晚了，来，我来。我们都已经吃过了，你的饭在锅里热着了。啊？儿子也吃了？是啊。他怎么起那么早啊？上学不得早起啊。你说什么？儿子上学去喽。真的假的？中午包包子吃。多放点肉哈。你现在这种情况啊，尽量低调点。他们都是落榜生，每天始终吃奶的劲在鼓动。你这不费力的样子，嚣张的不行，合适吗？再说，你知道他们都怎么说吗？他们怎么说我管不着，但我就是这么个人，我没学过表演。周洛，周洛，哎，校长，周洛他。别管他，名声都臭了，也不知道低调点，整天搞特殊化。再这搞下去，班级气氛都搞坏了。我就是拿他当一条鲶鱼，刺激竞争嘛。好多人看他不顺眼，无所谓。以后啊，更要捧着他，时时夸，给他特权。他们眼红了，学习上就会跟他竞争，是好事嘛，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混完今天我肯定不读了。考什么大学呀？我一看见书我就困，要不是我爸逼我，我今天我就走。行啊，你走啊。
你走了，我就换个朋友。你敢？我怎么不敢？你换一个试试啊！我看你换。行了，姐，我自己拿了啊。你看张华在眼皮子底下还敢这样，蛮厉害的。其实我们三个都不想出来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不像你，你就不是学那块料。谁是啊？我打算读完今年，给家里一个交代就得了。我还是想跟着我爸妈呀，当个生意人。这当生意人可比现在自由多了。那做生意不还是走了？来，干！不，你们倒是自由了。我爸说，考不上我就一直考。就说你爸也真是的，你明明都考上，硬是不让你走。不然啊，你现在美美的大学里谈恋爱。为什么不让走？我爸说，不是一本考上了没有含金量，就让我一直复读，把我当什么了？不就因为他开个复读学校，嫌我考得不好丢人吗？每天像个犯人一样。他越是这样，我就越不学。现在你理解了吧？知道为什么我们仨在一起了吧？因为我们都不想学。来，欢迎你的加入。哎，对了，你到底为什么回来？对啊，为什么回来？平平，怎么了？就问问嘛，大家都是一个组织的人了。其实我不是病退，我是被开除了。开除？为什么呀？这怎么会被开除呢？开除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再考个更牛的就好了呀。嗯，我赌100块，今年肯定能考到总状元。我压你，我也压。敬总状元。敬总状元。你快呀，声音好模特，就你话多。考试结果出来了，我们这次有一个人考了满分，周洛，150分，不错，加油啊！陈俊，看什么呢？男生看的东西，女生不要看。快点，经理。We're on the road, we're on the road. Even though there's rain and pain, I'll be yours till the day I die. Is all that I ever want. I guess I'm getting kinda lucky, wanting for you all this time. A woman like you is a fortune, the favors on the rain. I'm just thinking that I keep on starting.哥哥娘，你干嘛吃了你啊？
嘛呀？真是，烦死了这个人。孙子，嗯，这是谁呀？这，哎呀哎呀，这你都不知道。走吧。上哪里去了？我有几道题不太会，我就去找周洛学了学。他给你讲解了？啊，这就对了。以后啊，多和周洛这样的交流交流，人往高处走嘛。嗯，不要老和陈娟那样的瞎混，有什么出息啊？哎呀，好了，洗手间，快。这瞎混！周洛啊，在这个年纪遇到这么大的事情，能够扛得住，不简单。好了，天天听你夸周洛这个好，周洛那个好，你怎么把周洛当儿子呀？啊！我一定要把他送进名校，北京的最高学府。要是这次周洛再考个高分，那我们华山就名震江湖了。到时候我去县里要一块地，搞一个我们自己的校园。臭美吧，谁给你投资呀？那个徐毅愿意投。徐毅？哎，真的？嗯。今天南亚找我，他跟我说让我以后进货的时候顺便帮他带点针线布料什么的。不要走得太近了，免得招惹是非。我是心疼那个婉婉，那么小一个孩子，生那么重的病，好可怜。中国货能招惹什么是非啊？哎，不知道，镇上都传他做衣服是给城里那种女人招揽生意穿。他们亲眼看见了，他怎么认识那种女人？说的也是啊，哎，要我讲。这母女两个人挺懂礼貌的，顺便帮他们带个东西也没有什么。一个女人名声坏成那个样子，怕是有人故意在给她泼脏水啊。我看也是。哎，你说这南雅雅这么不要脸，这样的女人什么样的男人不勾搭呀？她那种服装店一天能卖出几件衣服啊？这种衣服送我也不会穿。就是，你看呀，就偷男人才穿的，你还真说准呢、啊。徐的那个兄弟你知道吧？啊，他老婆来南亚店定制服装，他趁人家老婆在里面放衣服，要这个，可那个男的拉成手了，自家兄弟都不放过呀。那这还不是潘金莲在世吗？不是，哪天他要是对徐玉下药毒死他，我就去管。就是，真不要脸。就是，这南亚啊，真是特别不要脸。哎呦喂！哟，南亚。这是去哪了呀？去市场买点菜。哎呦，是不是卖水果的老刘又送你了呀？哎呦，我们可没那好命呀，让他送一把香菜那都得絮叨个半天。老刘哪是能吃亏的人，不会白送的。哎，他会不会听见了呀？切，听见又怎么样，看怎么骚样子，我老是闹给谁看？就是是不是好了呀？哎呦哎呦，老板，是我呀，他们怎么回事啊？
你放的这盘磁带店里有吗？就这一盘，很旧了。你下回进货的时候，能不能帮我多进一盘啊？你喜欢这首歌？我不像吗？没有，就是这样喜欢摇滚的人不多。我也是听你放觉得好听。我跟你说，我特别喜欢这个乐队，这乐队写的歌还有风格词什么都特别特别。这有人能修这个吗？我可以看看。经常卡带吗？不是啊，偶尔。有时候我听着不对劲的时候，我就赶紧把它拿出来，要不然就会搅成一团糟。大问题，就是一时半会也弄不好，你还不先放着，晚点再拿。好吧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娃娃，妈妈叫呢，回家了。妈妈，给了娃娃两颗棒棒糖。那你有没有谢谢顾小米啊？谢谢顾小米。不谢。走了，好呀，再见，妈妈。再见。昨天你爸晚上是不是接警了？就十一跟南雅的事儿。不是，他一个刑警，整天解决清雪镇的夫妻矛盾。怎么抱到他那儿去了呀？闹得不可开交呗。那后来怎么解决的？劝和了呗。你们知道他在派出所说什么吗？他告徐玉强奸，硬要他坐牢。真假的？夫妻之间搞笑吧？南雅也真够可以的。打个架非要到派出所去，硬是要把自己男人抓起来。女人怎么可能打得过男人？你报警那要等死吧。我首先说一点啊，男人打女人是没品，我承认这个。但是这个女人要是给这个男人戴绿帽子，我觉得是个男人他也忍不了吧。我估计徐玉就是被逼急了。你这么帮徐玉说话，你简直了。哎，你提我姐干什么？安静了，上课了。把书翻到34页，最近那学期二年级。
徐宇车上油箱盖里的东西检验出来了，织物的残余。初步断定呢是衣服，你的猜测没有错，人为纵火。哎呀，到底什么人给徐宇这么大仇了？听说你住周洛家去了，刚好有间空房，离婉婉近点，方便照顾。你怀疑周洛？他有一个半小时不知去向。绝对不可能。这个孩子我是最了解的，人品是没有问题。你要说金水镇谁最有出息啊，在他这一辈里呢就要算周洛了。年年的三好生，当年高考了他是一三线的状元呢。状元？状元为什么要复读啊？被劝退了咯。明面上呢是因病退学，其实啊就等同于开除，学校给留了一点余地。原因呢？原因不知道，那当然也没人知道了。学校只是引着助理。然后金水镇呢、啊、好家伙，妈的不知道有多难听，眼红嘛。他也不反驳也不解释，你接触接触就知道了。心善人正，反正呢是所有的好孩子，这个案子反正跟他没关系。你不是怀疑南雅吗？我现在还是没有改变呢，他就是有问题啊。那为什么就不能怀疑周洛？ Medicine, law, business, engineering, these are noble pursuits and necessary to sustain life. But poetry, beauty.Romance, love, these are what we stay alive for. To quote from Whitman, oh me.睡不着，来问你借本书看。这降温了，外面还挺冷。看电影呢？随便看，练英文。呀，这张照片不错，笑这么灿烂。你好像很喜欢推理小说啊。我喜欢有逻辑的东西。逻辑就像是森林里密密麻麻的小路，枝蔓丛生，通向的地点未知，但是都有迹可循。那你觉得？徐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懦夫。为什么？所有打女人的男人骨子里都是软弱的。我也喜欢侦探小说，但我的理由跟你不太一样。我喜欢研究人性的黑暗面，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竭力想要隐藏的东西。一个人如何成为罪犯，比他犯罪本身更加引人深思。你觉得呢？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。这本不错，早点睡。
脑子让你